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依然由我和刘晓光九段来为您讲解棋局。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有幸在这里给大家继续来摆这个棋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挑选的对局呢，是第12届畅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8强战的一盘对局。对阵的双方呢是两位世界冠军，一位是陀佳希九段，另外一位是姜维杰九段。这两位呢都是91年出生的90后棋手，现在也都是响当当的世界冠军了啊，而且呢这个实力都非常厉害啊。我们接下来的棋局就能看到他们的这个力量有多么的强大。好，刘老师。好，我们现在来摆棋局啊。现在这个是黑棋是陀佳希小目，然后二连星常是的。规定式对吧？二连星，那么就手脚，那么这样的布阵应该说相当熟悉，对吧？因为下过的太多了，是这样吧？对，非常多，多见。对，这都应该是胡一个。胡一个，对，手脚，他是现在是这个到这个时候变了，这一般都是跳一，对，是的，是的。这个跳二呢，很少见，但是差也差不了太多，最多是以后比如说点呐、或者靠啊，等等手段，这个应该区别不大，换换方式啊。那么拆仍然是拆这个，这个都是定式，一个比较多见。然后呢，拆二也是比较多见的，对，应现该是在这样。先拆 B 一下，哎，对，对。到这个时候都没有什么特别变化，但是现在呢，这个是变化了。下面一招棋，黑棋、白棋呢是拖一个，二路这个拖，也是少见一点。这个在这个情况下，一般的情况是要么走这个，要么再走这个居多。现在直接就拖在这里，这个呢就适应手，也是一个去向布局的之去向一个适应手的下法。这个呢。稍微有点新意，和过去稍微不同。对于这个拖黑棋呢，它有应法呢，我想啊，这个可能比较多，多见。搬一个是搬一吧？个比较多，也有退的，也有走这个，但是这个我们看实战。实战黑棋呢是往里长，对，这三个三是长。长一个，就是说你拖一个，让你损进来。对。也劫财，没什么劫财，这个比较狠一点，对，其实往里长呢是一种非常强硬的强硬硬，法。哎，对，比大较，家不要以为它往里长好像是退缩，其实完全不是那样。反而是让你损进来，是的，我要把你这个子吃掉，意思是，对，你如果往外长呢，它有个扳，有可能会活。省得你给我对，裸手，是的，你如果扳这个的话，也有很多借用，它对，加或者有子的时候，它也有可能扳了尖呐之类所以这个拖呢也是一种很有趣的一个。手的。段，先试探一下小手段，考验你一下，对，黑棋退是一个，长这个，长一个，那么白棋呢就跳了一跳个，这个，在这儿。对，这个是他后面呢，就是说我这接你拖你退了，我再跳呢，以后搬起来呀，搬这有个，一个，哎，对，在这搬起来，有一个这样的手段，儿。因为之前有一个交换，如果你单跳再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肯定是搬这个，如果现在跳。如果都我走别的，你再拖，那我会搬了，对，就这样，它的应法肯定是不一样不的，一要样根据外面有没有子的，对，来选择它拖的时候，它会走里面还是走外面。退了之后我跳，那就多出一个这个，对，它马上要搬了，所以说那黑棋就应了一个，但是这个硬呢，有是不一是种稍什显么缓对，了？我也觉得有缓的很，这两个是损。是损，但是呢，你这个时候我跳一般是很少走这个，这个因为，太小了吧，这这边。个拆二再补一个，一般是没有。我这个损是损，但是必然从大局说上，你这个还是慢了一手。对，是的。这个有点不肯，这个黑棋，我认为这个还是，即使他有扳，就让他扳，还是挂这个好像比较普通吧。大概成为这样，你可这样的话，那么你搬就搬了，搬搬这我个，就搬下搬这个，哦，就算了，就算了，他顶一个，对，顶一个这样，搬过，你下一步呢，你也有打下来，也有挂这个，
也可以挂这个走继续走大场也可以、嗯、如果你不想走直接打过来，其实这打下来也很大呀，也很大，嗯，这个棋我也不觉得他走这个有什么很便宜的，但他接下来要怎么走，要爬吗？像是要爬，如果不爬被拐一下、啊、他无法忍受这如果不爬被拐一下就弯在这儿坐也太痛苦了，爬这个那这里边呢？是啊，这个棋我认为这样的话是不是黑棋可下的地方很多很多，就是黑棋还是可下的、嗯、哎比如说这一类的，对啊，是吧，那这边不也伤了吗？啊、对，也伤看这是黑棋可战的，是啊，说可战，我不觉得黑棋就一定不好，好像哎可以下黑棋可以下、嗯、其实我觉得应该黑棋走那个，嗯，哎这是黑棋居然是补了一个，这个不赞同。这个扳起来，白棋这个扳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大，那么强。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补一个，黑棋白棋便宜了。嗯嗯，白棋便宜了。是。这个棋白棋是守了角了，这个巨大啊，这个特别大。这个守角，在这个时候，要大过这个跳，啊、这个守角总是大场先行。然后呢，黑棋赶紧分头在这儿。对，分头太大了，这分棋，嗯，必然要分头，嗯，这样普普通通了啊。大飞手脚，拆二，这个棋呢，它是又尖主补，当然也很大，但是这个也是可以考虑，是不是？也很纠结，到底应该选哪个？这个也可以考虑，但是呢，它是要这个，嗯，这个因为它这两个还没有。还有被攻的，对，是的，后续手段，嗯嗯，所以黑棋就拆了一个。那既然你不拆嘛，我就占这个大场了。在这儿应该是没什么战斗，大家平平稳稳，属于功夫类形状的一个棋，走这个功夫棋比较喜欢这样的，嗯，但是这个不是乱战棋啊，这个拼内功感觉，黑棋是陀加西，他也是非常善于各种搅和的人。啊、嗯，然后呢，这个姜维杰是以力量大著称于世的，所以我不相信他们两个人的对局能够这样平平稳稳的进行下去，然后收官子的。现在这好像不太符合。但是他终归难免一战。嗯、是的。从他们的个性来，取决他这个棋风，他肯定是要会战斗。他到最后，现在目前都是一个平稳。像李昌镐的功夫似的啊，功夫现在走成这样，那么普普通通，那么白棋再守一个角啊，继续铺地板，这个大场先行，有大的先走，这一般是没有错的，是吧？对，这个时间段，那么你要再站呢，大家慢慢把大位置都站完了，得和平棋，然后再消一消，收官子。一般如果李昌镐可能会那么下，但是现在他们两个可能不这样。那么下面这个黑棋的招数呢，就稍微就有所不同了。他先在这儿吊一个，吊一个，又是白棋的应手，试一下。如果看你怎么补，如果补这个，那我就算了，以后下面我就这个、可以盖住。对，这个试试应手。那作为白棋来说呢，一般来说，人家吊的时候总是不肯心甘情愿的在这儿说应他一个，总有被便宜的嫌疑，而且。这个接下来黑棋是有后续手段的，可以靠过来。这眼见的好像被人家得利了，这是不肯的。不肯啊。啊、那么。所以他实战，他先拖了一下，在这儿。拖一个。嗯，那么黑棋由于这上面有个吊呢，他又不能乱反击。必须要里扳，这是正规的里扳。内扳。内扳。你用内扳完了，你退是个后手，所以你顶是先手，然后黑棋，这个棋他就跳出来了啊。他不肯这样缩回去吗？他肯定是想要这个棋呢。还有一种，这个当然是现在不肯了。你这个走完，他还有靠，这个是不，刚才说不是很肯。那你还可以考虑先挤掉，这个你不能退，他的有利先手是吧？他一般得接上吧？对，嗯。以后这个有先手的，或者是不是有这种靠上来了？现在不，现在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走尖，一个是走这个。嗯，这个是哦，尖在这儿这棋啊。尖你多长，他就再跳回来。哎，这样还挺好。或者走，这样跳回来，也是一个下法。对，也是一种应付的手段。或者是你走这个，他走这个，总是下面能过。嗯，不担心啊，这棋。
可以考虑。你比方你大概走这个，好跳回来或者靠回来，是吧？对。啊，这也是一种下法，比较强。还有你单肩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单肩，但是这儿有点，是不是还有个飞啊？也是很疼，走这个不太肯。嗯。那么实战走在这里。他跳出来，他索性就反击啊！这两个也没交换，对，没有交换。我就觉得像姜维杰这样子棋风和个性，好像不太容易会忍回去。不太容易忍，那么就其实刘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肩是完全可以考虑的这种下法，就是既把自己守住了，头也出去了嘛，也是一种下法。那么这个既然有你说这个不肯的话，他必然就先发生战争了。这个先点一个，是吧？这是他的先手。对，然后刺一个，刺这个，考验一下。如果粘或双是不肯的，对，如果你粘或者双，然后被他挡下去了，对，这把它分割，两头往外跑。你黑棋跑一块，白棋跑两块，这个是白棋不肯的。这怎么说都不会是白棋有利的战斗啊，觉得。所以爬是必须的，爬呢他渡过了，对，渡过这个好，这是冲断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冲断呢能够成立，你冲这个走这个是冲过来的话是不可以的，不成立的，白棋黑棋挡。哦，黑棋挡这个。挡这个，对。然后他打吃的时候呢，他可以接上，你不要以为从上。不是这样的话，接上的白棋麻烦了。对，白棋上下必死一边。对你双这个被扳死，这个不行的。对。这个是白棋不行，所以他冲断是成立的。这个冲断之后。这个那就是白棋把这个下面杆子这个顶的挺好，顶这个，顶这个，黑棋把这个黑棋粘上，对，这个形成这样，然后它，但是这个拐呢，缓了，对我看到这个拐的时候，我还觉得挺意外，我这个没有必要往这儿拐，没有必要走，已经过了，已经过去了，这个没有必要，你这个最多是这样，我这是活棋。白棋铁活没必要了，外面还有头，真活，这没必要走了，这个都是没有目的。当然赶快你比如说走上面吧。他是担心人家会压他一下吗？还是什么意思？压就算断一个也无妨，就断一个是吧？你不断，你哪怕虎这个也很好。对，这个棋也他也下不来。对。这个这样是，这是都没有目的棋。对。没有必要走了。其实虎在这儿挺好的。比断在这儿好，断在这儿的话，人打白有可能是先手，这样木更好。对，白棋他走这个，你虎一个，他可能还损木了。这个不怕不惧怕，所以这个拐是还手。我他不可能拐这个吧？他为什么要拐？不可能走这个啊？对，这不可能的事儿就是。对对对，所以呢，让黑棋先抢一头。你如果走这个再被抢头，这个棋不好。对，是被压着打，走着长。你再贴他就连着扳头，你都很被动，你那边往后的地方走被动，而就因为你这个拐没必要。对，所以呢当飞的时候白棋只能来属于来不能硬来的，飘飘的，走个轻飘在外面，来弃子的方式来走了，飘一下。对对对，这个棋就又是一个考验下法了。现在下法呢以多种，你吃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为什么不能这样吃呢？搬。他搬一个。对。那就吃的，如果说这样吃，那就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了。没意思，没意思。但是如果这样吃呢，这人家打完了街上。对，打这好像没有什么把握，这看起来。他打了街上之后啊，也没有成算，这个没有。这不敢，这不能说你就打了这么蒙住他，这实在太过分了，这个、绝对不行。这个因为你自己破碎。这个都不能的，我们就你要这么硬来的话会有麻烦。这不行，这外面太碎了。我会有这个。对，我会有这个。对，这个。这黑棋已经反正这边和这边你选了，这个手段死一边还是。是目前看到就普通人还没有说别的手段。这个手段你已经不舒服了。对。对吧？你必然是要被。马上你走这个，在这有一边被拔掉，对对对，肯定是这个棋，就是说你这个是无理的，所以呢，你弃子如果只是吃，你比如说，那好，我多吃一点，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那搬上，你吃这个没意思。然后那边还被挑了，对对，这个不行的
所以这个棋比较厉害的现在下法是什么呢？应该说第一感是这个追击一下，哎，追击，嗯，哎，往前追一下，这个是想这么走。那么这样下的话，白棋，白棋要怎么走？白棋感觉是还能跳，感觉你得跳这个，哎，跳这个好像不，这个也很对，也很不舒服。而且黑棋这个时候还有多种选，有这个，嗯，还有三三先问一下，这种各种的，对，这种问应手的下法也是可以考虑。嗯，这是看黑棋怎么选择，最普通是这个，厉害一点会这个，这个比较多见啊，这个比较多见。应该说这样是比较普通，但不管怎么说，这招棋想走，要走，先追击一下，追击一下，先跳一下。而且你追击完了之后，你他这个就等于没有用了。对。就白棋这个分段已经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他分段你自己强了，他就没有分段了。所以说这个是要走的。对呀，这个应该要跳，而且这个跳本身是有价值的，在中央。对呀。走成这样之后。在底下走一个，这隐隐约约以后可能会成一点空。对，我一步，我甚至我一步可以到这儿。就是说你走强的话，一步可能逼到底，这个脚上在，那就不一样了。对。薄的话可能会选这一类的哈，嗯，柴二之类的。现在厚了就直接上，说这个要走，这个没走，而是直接走这个就是财迷了。只现在这个空是得那个很大，嗯，但是大局并不要，你被他掰过来之后啊，你。他又原来本来有个缓的，现在他缓气缓过来了，把这个就淡化了，而且你这个冲呢变得随时有这种分段的可能性，变得这个是有价值的地方。对，是的。他这个嘛走完了分段，你这两个有可能飘在外面，那所以呢这个棋还是很大。所以说中央这步棋。看的是谁下的，这个天元是谁下的很重要。对，这个棋，因为它决定你的整个趋势，以后棋的厚薄啊，各种方面。对，嗯，中间占大势啊，尤其是布局阶段，嗯，尤其重要。占得越早越有用。对，这个一到官子，中央变成毫无价值。嗯。但是在布局取得势，就是占那个天王山大势啊，嗯，只是攸关重要。因为你根据后面的发展都不一样，嗯，下法完全不一样。对，越早，中间的后势价值越大。对，是的。现在这个时候比较典型，这个是看似站的木当然大，但是正过来之后情况不同。黑棋在这儿拆了一个，拆到这儿不可能走这个了，走这儿太过了，这被打入了。这个现在因为他这个，这个就是就不同了，嗯。走这个，然后白棋先在这儿尖冲了一下啊。他看起来呢，他还是想先把这两个子呢先这样连一下。这个能尖冲到当然是挺好，能走着走。刚才如果黑棋在这儿的时候，你就可能尖冲不到。嗯。黑棋就进攻的方式就不长了，直接分段了。嗯。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这中间这一个位置还是不同，尖着走着了。应该说是白棋总是可以满意的。对。因为你这个后啊，后在里面作用不大，后势是要拿来进攻，不是拿来成控。一成控到最后你最后数目吧，一定是不对的，不够的。没多少目。后势不要去成控，你效率就不同了。对。那么现在白棋走这儿。对。这个棋呢，应该说又转回来了。对，刚才看到他走了天元这步棋之后，现在变成这两个子呢，担心人家冲断了之后，这个会不会被吃掉的问题啊？他走这个呢，你看还威胁着你分段你。对，我马上冲断。你那两个子还是有危险的，他这个后薄又发生变化。是。嗯。黑棋靠一个先。对，靠一个。他不是你不要冲断贴回来吗？我先把你靠断啊。对对对，嗯，然后再回到这里。对，他是这个比较用强啊，你要搬这个，他会退这个，他会来狠的，你粘上他要断你。嗯，他是贴这个，那如果我要下来或者怎么样，那他被他搬了，被他吃掉，他不肯。太大了。他就还是长一个。如果你再吃小的，我要下来了。嗯。现在黑棋又往回守，是吧？对，是的。往回守。守了一个。这样的形式。
看似都是比较普通，没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中间这个因为这个抢头啊，黑棋慢了一下，应该说这现在白棋好下一点，我愿意下白棋，还不错是吧？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定型是个关键，对，现在定型呢，是我觉得这个棋这样可能先飞掉，飞掉，飞掉它肯定得打，然后再走这个，这个挺大，再走这个，再走这个，那黑棋，你这个飞你也收，这一冲一飞那就挡吧，挡一个，我搬一个，搬一个，这好像有点惨呗。对，这样的定型白棋，然后你比如说再跳一个，或者再拖一个，这都是这样定型走下去啊。嗯，白棋的控不差。对，白棋因为你的后这铁后，铁后以后我收官这儿还搬粘都是先手，你的控你数了，他贴不出目。对，他贴不出目，如果你吃也都是小吃，没有什么发展。还不如我这个粘打，是不能连根把白棋那几个子吃下来。这是白棋比较容易取胜，以官子取胜的方式。嗯，这个是我认为这样简明。对。但实战呢，白棋下的比较直接。啊。他没有说是这样就简单的收收控啊，像刘老师这样、啊，他把这个先跳回来。跳回来可能还期待是不是还有分段？或者说，他肯定还是看着黑棋中间。黑棋，那总不能期待黑棋去连一个吧？那不太可能。那你连一个，那被白棋，这个便宜太多了。是的。那效率不对了。嗯。这个我认为，其实刚才那个定型就已经很好。嗯。或者说离胜利特别近了，就不必要这么强的再逼迫他去连了。嗯。这个就我觉得就这个度啊。就有点过强了，对，但是呢，也不失为这个棋也没有说坏，但是就是你要小心，黑棋有可能就给你拼了，他用他看黑棋是怎么下的，黑棋他先点了一个，点这个，啊，这个也够强，先试他一下。他是不是考虑还要把中间这个子先给他分段？他期望你粘上。对，我觉得白这个也不会了，白棋因为你断是后手啊，断我不理你。是的。没有用，这没有用，你粘上我还是粘这个都没有用。对。所以这个是活棋，这个后手。嗯。没有必要。就白棋就把它先分段。就这黑棋这个点呢，我就看着就是好像也是有点对没必要走，没必要，因为他中间呢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他如果不走呢，他有点怕人家直接给他冲断。对，那么他想先找个头绪吧，这头绪从哪儿找呢？就从这儿，也不能自己一个人在中间乱飘啊，乱飘这也没什么用，看起来是，所以他先顺手先点一下。那这个棋黑棋冲了，冲掉了，长。然后他拐回来，白棋就贴住，要成这样，好像应该粘住，粘上更好，粘上更好，粘上以后点是更有力。对，这个断反正是没有用的。就我看着这个白棋这个冲断现在越来越厉害，如果这几个子都能吃下来的话，这目数还是很大。这个呢，就是说，假如你走这个，他点一个可能比较有力，你大概粘上，黑棋得粘上，对对对，然后你比较再走这个，这样比较狠。哦，这个吃的有点大呀，这中间不见能吃掉，但是至少这个就黑棋累一点。对啊，我觉得黑棋挺难下的。至少是那话又话说回来，这个棋既然你要保留的话，干脆别冲了，就单走也可以。爬回来，冲一个，那白棋补起来可能味道还麻烦一点。嗯，这个走完了，这中间双方我觉得走这个没有，贴一个。嗯，对，我总觉得这个差儿很大。甚至我都有这种心情想走这个，想直接抢那个拆二是吧？太大了，觉得。我就直接走，那面让你随便轮，你断了，我干脆弃子想办法弃掉。嗯。把它弃掉，什么棋也无所谓，是吧？对。我甚至就有这种心情。嗯。因为这个你走到这儿，被他走到这儿，这里面还有棋啊。还有点各种味道。对，最简单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官子棋，还更狠的是这个你也无法吃我，也吃不掉，反正是因为有他这个子在，
帮助那就不同了。嗯，所以这个变成了很大的，不光是官子问题。哎，现在黑棋拼命抢这个，这样的棋呢，就形势就发生一点变化，就不同了。我就不见得觉得白棋就一定怎么样，哎，好，或者是啊，嗯。然后呢，白棋点了一个在这儿，点一个，他期待你粘上，他就把那个断掉，你赶紧冲过来。哎，如果下成这样，这个三个子有点困难。对，这样可能就就或者逃或者怎么样。对，但是如果逃的话，白棋这里有几手棋的话，就是那个拆二看起来更薄。他就进行缠绕战术，把那个攻一攻，然后怎么来把这个怎么引到哪里，进攻。那不管怎么说。黑棋也有一定风险。对，我估计你这个恐怕不敢，这一跳你不太敢。是啊，我觉得黑棋挺危险的。这一类的走走而已啊。那么我们看看实战。黑棋呢冲断了吧？这个断这个。对。总是要寻求一点战机出来哈，在这儿。这个白棋走这个。嗯，长。长一个。黑棋接上。是。嗯，下到这儿的时候，我总觉得白棋是不是中间是不是应该加一个呀？比如说打吃吗？还是长一个？这个棋就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一种选择是先给你送重一点，先打这个，也是一个下法。嗯嗯，你大概是长，这个不能被踢，对，它再长这个是不能被冲的。嗯，哎，你粘上，然后再贴这个，这也是一种下法啊。也可以考虑，对，可以考虑可战。因为我觉得黑棋。刚才这个断是不是稍显有点过分呢？那他也得拼是吧？对，这是拼一下战法。但是现在他长，他粘上，这是黑棋也期待成这样。嗯，那下成这样，那么接下来这个白棋呢，是不是中间应该走一个或者打吃，或者是还是长？还是说他会直接冲断它？到底他会下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留个悬念，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第十二届畅棋杯中国围棋职业锦标赛八强战的一盘对局，由陀嘉熙对姜维杰。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白棋呢刚刚被断了，然后它长，现在黑棋接上，轮到白棋下，然后在这儿。白棋下。嗯，那么这个白棋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下呢？这也是个问题。您看，我觉得他是不是打吃或者是单长？单长一个会不会好一点呢？这样。因为这个里面有打穿。打了切出来。这个也可能也有。哦。也有。就这样。这个也是普通。单长。那逼迫你去走这个。哦。那个、就逼他拐回去，要不然再一冲的话，对对对，你就已经死得很干净了。是。贴回来。然后白棋。再走官子，或者长，或者是走这个，走这个。嗯。这样一局棋。其实这样白棋也挺不错的，因为虽然说他拐回去了，这中间不是还有冲断吗？哦，那就小了。对，变小了。那样小了。这样先首先让你变成一个单官，我可以交换，我这是有价值的。嗯。可以考虑。哦。那么这个托呢，好像追求的效率比较高，他是希望你走这个，我再加一下，那么让你难受。但这个是，这是他的，最希望的。这个黑棋当然不舒服，不知道走什么。你吃的话，我对上面这是白棋期望的。嗯。然后所以这个可能有点不合时宜的想，有可能。嗯，现在可能来不及了。因为现在拖的话，我觉得黑棋绝对不会再应你了。这个黑棋造成了黑棋必然他就不理了。他把这儿打通了。对，现在这个挺硬的。打，然后贴过来。对对对对对，这个打过来呢，他的后啊就发挥了。再贴。对，然后这一路打，这就这个冲也不得了，这个还得粘上。嗯。但是这个硬绊儿，这个就直接打穿，它的价值很大。为什么呢？他首先这个地方有穿，这个地方他弥补了这一手棋，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逃过来，你的粘上这又冲断这个官子，这个也存在，这个你的官子也有这四颗子留在他嘴里，他有价值的。
还有就是你的中间这个自身呢还有问题，就是自身呢有一些毛病，比如说我尝试先手，你沾上我这走这个，你自身这个也有可被我切断之可能。嗯，所以这个就大，白棋这个呢还是拘泥这个官子了。嗯，全局来说还是中央再走一个比较好。对，哎，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白棋是不是应该走这儿，长应该长一个，还是太大了，这走掉还是比较好。现在走成这样的黑棋强硬的走出来是一个机会，你强硬之后你的后啊都发挥了。对，没错。这个时候白棋最好是前面赶快让他后的不发离他远点，收官是最好。对，收官是最好。嗯，结果呢给他现在是必然要进行接触战啊。没错，现在对白棋他已经现在被逼的，因为本来中间啊隐隐约约是要攻人家的，嗯，然后冲过来还能吃人家，嗯，但是现在被人家全部连通了，而且连得很厚。对，而且他要有吃你的可能性，还有吃你，对吧？是的。哎，但是即使如此，白棋啊，这个时控啊不差，嗯，这个不管怎么说它是有价值的，对，哎，常常这个控不差，你只要守住控，还是可以。这形势还是对，只要守控，这个棋呢，注意自己的保卫，这个棋，通常啊，你就借攻白棋，比如说这一类的借攻它，嗯，把自己守守牢。嗯，这样的话让黑棋做活，你只要控还是白棋不错。就这样的棋就后半盘的收束，这是一个考验了。哎，这样是考验你的官子功力。哎，这样呢你哪怕是这个这个，嗯，你就算飞了都让它活啊，嗯，哎，都让活贴起来，贴起来我就扳住，这样呢让它去活，这样呢你就收收控不差，控不差。嗯嗯，这还有长制都变成空，这样是很好，这么下是比较应该说合算的。这个，嗯，现在呢，白棋看他采用什么办法啊？白棋采取了进攻的方法。这个呢就比较狠，这个呢是什么呢？自身呢，你还这个棋看似厚，嗯，但是呢，实际上并不是想象那么厚。没错，这个是个官子。他如果说挡住呢，白棋肯定势必要贴起来，是吧？就算贴起来吧，就算贴起来，你可能跳吧，啊，他或者远远的走一走，一阵，嗯，他就逼迫你去做活，对，瞄着你，狠一点，对，你走了我就跟着走，我只要我联络，那是白棋期望的。对，其实白棋可能是飞一下，想这儿先便宜一下，然后伺机再把这个扳还是藏起来，对，收官就行。哎，尝尝或者怎么样，只要收官就行。嗯，对，你看他走了，人家都不理，说明你这个价值还是有问题。嗯，我觉得震一震，连连后就很好了。是的，他飞一个，这个棋黑棋跳了，嗯，那个跳不小，看着是没空啊。对，白棋再爬了一个，再捞一个。这个当然，这个官子的角度当然很大。嗯，黑棋又大跳一个在这儿。这个好棋，看似。贴着墙，但实际上它有联络的可能性，而且主要瞄着你这个白棋看得很厚啊。嗯，实际上保卫马上出来了。对，是的。嗯，哎，你的不注意，一不小心注意，要注意这个地方，要注意了，对，要注意了。那么白棋这个棋呢，这个不管怎么说还是很大的，但还有自己自身的问题了。嗯，没错，自身也有问题。不管怎么说，这棋不管打不管加，这都是很大的一步棋。你走是这个棋都没活呢，嗯，马上没活呢，嗯，所以这个棋白棋是长的，对吧？对，这个是要走的。不管走，这是有这一步棋很大，对不对？嗯，它是长的。然后呢，白棋先顶了一个，先顶一个，哦，顶一个。他是不是想威胁黑棋，想让黑棋先连回去，然后他自己再？顶，我想是防这个，主要是防范。防防这个，哦，这个这样这他这跑不出来了。如果他顶完了之后，他对，如果这样的再走这个，他给他直接就闷进来了，嗯，直接就断路了。哦，是这样。而这个有这个呢，他就这招棋等于把这四个就给切下来。嗯，他防这个呢，当然也有价值。嗯。
这个实际上这个没什么目，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走一个，说明之前被分段的价值出现了。对，之前分段这个被白黑棋一路打过来还是很强硬。对，你现在你还得回补一招，那么黑棋在这个地方震一个也是好棋啊。对，既是防看看虚虚的，但是你的马上你的薄的地方出现。我们就看到黑棋在这个地方好像两个大跳，看起来这个下的怎么这么大呀，这棋好像这么大，里面是不是很虚啊，觉得有各种手段出现。对，但实际上它虽然下的很大，但是也瞄着白棋的弱点。对，白棋自身刚才说这个一家呢，你这个棋都忙着往回连了，对，很麻烦的。这都有断的，这都有断。嗯，哎，所以呢这招棋也是有价值的，长一个，长一个要强，这总是要补的。现在呀，黑棋通过这两招棋之后，把自己加强了，加强了，加强了。你说白棋现在要吃黑棋啊，也吃不掉，这儿有个尖，白棋没办法。对，是的。因为这个你看又跑回来，你走这个呢，这一冲你也回家了。他主要是这边挤还是先手，就是各种那个先手，这先手这都要冲。断这个冲啊，所以这个棋呢，各种先手。还是这个实际上是白棋，这儿是这个地方回家，这个地方回家，黑棋这条这个棍子不怕。对，所以刚才这个顶，他是防这个，防这个，也可能要是我觉得赶快走大场。对啊，我也觉得是。哎，别在这个地方走，这给他吃四个就四个了。对，哎，然后被他抢了这个，他一长，现在白黑棋来一个杀手锏，这个地方。那你就会发现，人家在这儿虚虚的大跳了两个之后啊，他马上要套你脚了。开始这招棋显得厉害了，对，显得很大。这个是一个常规手段。嗯，当两边都有子了之后，这个点一个是吃不掉。哎，对，吃起来累了。反正是不容易吃。你要硬吃的话，我们就看啊，硬吃是这样，走这个，坚住他点这个，他点。对，这也是实战。挡住。对，走这个，这个时候怎么办？比较麻烦。这个如果非要硬吃，只能尝一个。如果尝这个，啊，这好像看着也不像能吃掉的样子。不是，它会是这样的。搬它粘上，粘上，而且只能粘。对。然后还得搬。对，如果不搬，它做一就活了，是吧？它得有个挤。嗯，挤断。因为它这个尝了气了，这个棋，白棋就麻烦了，收气就很累了，因为它这打了棋了，你就没办法了。是啊。这个棋就是要输的了。这不行，不能这样吃脚。这个就白棋就崩溃了。嗯，不能硬吃。对，还有一种吃法，你说我走这个单团是吧？单团是吗？嗯，单团它挤一个。对啊，单团它挤怎么办呢？对，麻烦了。嗯，因为这个有个打吃，你点的话，我打了已经把两个吃掉了。对对对，这个就这个出棋就你不好办。对，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棋的。当他一顶，就实战下成这样，那没办法了，他干脆退手，其次退手了，搬三三。但是他把这个给这个也不小啊，这收获比较丰厚，是吧？打吃我提掉，把这个很大，是吧？对，占得便宜，占得一些便宜之后呢，白棋说这个地方我亏了，那么时控我要考虑啊。对，这个地方我也吃不倒，你这儿有个尖，嗯，那么来个狠的，走这个，这个不小，这个可以，这个也是有利的一个下法。嗯，这个脚上这个黑棋得的目数还是非常大的，就我们刚才数的话，白棋有十多目的大概。嗯，他直接就打到这里也是。而且这个现在度过的话，连回去有好多目呢。有目，对对，是的。对，这个是不管怎么说，黑棋便宜了。对，这白棋这一下可能是被有点被激怒了。这他这个这招棋也是很有效的，对，很强。他走这个，然后靠过来。对，哎，这个你把这个子先给你割断。你黑棋这个时候呢，你搞不好啊，如果被他这个割断的话，这目数一大堆也下来，黑棋也很麻烦。是的，是的。嗯，可能白棋脚上损失的目数的十几目棋，他可以通过攻击中间攻击你，对，然后给他找回来。找回来。啊，对，实战就是这样。我只要把这个子切掉的话，十几目不会眼见的很轻松嘛，在这儿，这样的话，那是啊，那当然那了不得，那个一切断，我认为这个棋控
即使呢损了很多，但是呢这切断白棋不差，对，控还是很好。是的，这中间还白棋只要收控，只要不去作战都是不错。我觉得你的他的黑棋的厚啊，都厚到里面了。嗯，现在这个棋黑棋只是要去正常连回去被收控的话，这个棋不见得好。对，哎，那他怎么办？黑棋他挤了一个，对，这个挤是很厉害，挤啊。首先你要走这个，他断你受不了。对，这是这个黑棋，这个白棋就不行。就这种棋形是很怕人家断，哎，被断掉的。那个断是受不了的。所以这个棋是虎啊。对。没办法。黑棋又贴过去了，他要求把这块棋啊连根给他切下来，贴这个。对，这个棋就他下黑棋下的厉害了，你看，啊。挺狠的。他比较狠的，哎，他说你。这个往回连，对，他尖，那么我要尖一个，把你尖断，尖断，然后等他接上的时候，哇，就把他冲断了。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他先挖粘了一下。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他那边他根本就不理你了，他就这个这个要打断是不行的，是啊，粘，这个，上，然后他把直接冲断，而不是连回来。嗯，他当然白棋希望你连回来，这手棋就省了。我们看这个棋变成了一个对杀棋，我们看啊，他这个棋如果硬来这个，他会断这个。对。你他假如说要跟他杀气，杀气啊，他粘上，对这个长一个，对，这木所有的木都已经收到了。对对对，这个棋你不打吃，我就团一个。这个棋啊，有可能是掩杀，那我就打吃吧。打吃啊？但我打吃了也不行，好像也是掩杀呀，看着也是掩杀，可能能来得及啊。嗯，他这个棋扳是先手吧？对，这是先手啊，他就把这个长一个是一个掩位，长一个这，而且长完了就马上贴回来。对，你的白棋的一个一个。这个收的话，这可能掩杀。对，这是黑棋，你只要这个做不了眼，变成掩杀了。是的。嗯，这样呢是。而且这里必须硬，不然被拉回来，这里就断了。哦，还有这个。那这人家长是先手，那还怎么这怎么杀呀？这肯定杀不赢。白棋不可以。绝对是掩杀，这是三口攻棋。对，这个不行的。嗯。那么，我们看这个时候啊，这个棋要还原成这样。这样啊，那所以当黑棋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不是不要粘这个了？不要粘，已经被也被切掉了，切断了。那个也是木啊，你只能连被它冲过来，嗯，这是木，而且你再长，它有可能不硬都有可能。对，哎，也变成不硬。那如果一旦这个这几个白棋被吃掉，就算能吃到这儿，嗯，就算如果说这样长一个，然后黑棋冲在这儿吃，对，这个很大，这吃下来也已经受不了了，这个。巨大，而那黑棋已经得了一很多了，然后这儿再吃掉二十目左右，这肯定是不行，情况发生逆转了，嗯，你再围这个空啊，你已经没自信空能拼得过我了。对，哎，那个这个时候就是白棋怎么选择的问题了，嗯，哎，这个时候是一个关键，它是一个分水岭，你是不是要收控？你现在如果说要收控的话，那比如说走到这儿，这能这样吗？那不够，还是这样。嗯，这不行，说你就被冲进来了。你不管走在哪个地方啊，那这个棋，嗯，被黑棋扳你也受不了，嗯。那边得长一下吧。假如长，对，假如说长吧。假如这个，啊，那么这边我不知道怎么走，这儿吧。嗯，我走一个吧，就这很想走到这儿，嗯，很想走到这儿。这样呢，他但觉得不太行。问题是，他也有，比如说就往前走。嗯，长。那。这是先手，对吧？嗯，这是先手，哇了，这都是先手，是吧？对，那是不是先手连回去了已经？啊，这样这边也行。这个收收控的话，这儿靠一靠先，这个棋并不乐观。嗯，白棋不乐观，因为这个吃了太大。对，不能这么下，嗯，不能这么下。所以这白棋一看这目数，拼不过这样。就这个情况。啊，嗯，白棋怎么走？这就很难了。现在，嗯，作为白棋来说，他实战呢是。想了一条路就不回头的下法，硬杀，对，是吧？不想回头了，他尖了这个。这个棋，他是尖了被吃掉之后硬杀，但是这个棋有一个招棋，可以加入，加这个，嗯，加这个棋，嗯，哦，加在这儿，可以考虑这个。哎，加在这儿挺好的。嗯，这个棋呢，应该说是一个机会。哎，加在这儿黑棋要怎么办呢？不明白，因为如果说
他一战被打到这一下的话，白棋就全连回来了。走这个，我就直接顶回来了。对，直接就顶回去了。一段呢，就一路打回来。是的，是的。嗯，这样是可行的。所以说加的时候，嗯，如果加在这儿，怎么应该说白棋还是可以，对，就是说是一个白棋可以战斗的棋。嗯，形势并不坏。不坏是吧？嗯，加这如果这招棋成立，现在黑棋也很难办。接上吗？如果接上，嗯，如果接上，他还有选择。首先，我是这个就有可能成立了，就已经连回来了。有可能成立了，因为多一个打了穿下去。他如果说这样的话，就打完了就虎回来。就穿下去都哎，对对对，都有那个什么了。嗯，就有可能这个，这光这一招棋就有可能。所以这种地方这差一路真是天差地远了。所以要加一个。这个棋呢，他可能是误算，是以为是要硬杀能够成立。他觉得能硬杀。哎，对对，这个棋啊，算法啊，我们看看到多么强硬。他尖回来，但实际上他自己是断着的。这个最强硬的，把它分断。他觉得你这个就是一劈，你这个没有两颗眼。嗯。但实际上被他这一冲啊。这个棋很顽强，你眼位很多，对，眼位很多，发现意外的难杀呀、这棋，对，主要是白棋自己也不够厚，不够厚，对，这个棋如果它够厚的话，可能还有希望。你怎么，这个棋我们看啊，它是走什么？它先尖了一下黑棋，啊。先是先手，跟他交换了一下，啊、因为他这个几段是绝先，对对对，啊，你要杀他的时候，他肯定是先手。他来硬杀，啊，他冲，冲一个，把棋拐了一个吧。他是这样，他怕你啊，这个棋切一个，切多出一些，这儿有个断，对他主要是先手断，眼位更丰富，嗯，多怕这个位置贴，贴是一个要点，对、啊，他是拐一个被吃掉是吧？是。吃子，他就做眼，白棋搬，对，搬，对，那么再挡一个，然后白棋顶。那么这个棋，现在黑棋只就是说我只要做活就行，这个棋就赢了。为什么我把这个吃掉了？那儿也便宜了。对，你现在跟我拼控就已经不占上风了，不行了。就拼控不要谈，我现在只要两颗眼就行。因为白棋这都是代价都付出来了。对，白棋已经华山一条道了，我就是要杀你。所以说白棋走这条路不好，不应该去硬吃，应该收官。主要是刚才没有像您说的那样加一个。即使那样都不如之前找条路收官，那个算路啊太复杂，而且还有很多变数。对，即那是没有办法的话加一个，那也有可能成立。但是即使那样不如收之前。任何一个收官棋，嗯，现在他走这个做眼，那你必须还得送我呀，不然两个眼了，这我一下就活了，是送一个让你逼迫送，走这个就为你让送我一个，好再吃吧，那现在你看这个打吃先手，这个做眼，这都活棋啊，你这必须得破我这个眼，只能跳一个，得把他眼给吃这个的话，他还那个什么了，还不高兴了，怕这个眼，嗯，这儿还有可能眼呢，嗯，这眼位也很多，那么他是。走这个，白棋跳，哎，这个也是可以，但是他有一个这个做眼，嗯，这个眼就是说啊，这个冲掉、啊、先冲了一下，然后这个吃是先手，对，那么我这不做呢，也是个活棋，你这入不进来，我这叫吃，对吧？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所以要要挟白棋，看你怎么破我眼，对，那白棋破眼呢，方法挺多的。比如说他可以团这个，也可以破眼、嗯，走这儿也可以破眼。对，走这个破眼呢就不太好，被人家挤过去了。走这个他粘上先手也断着呢，嗯，也没有什么，所以他走这个单虎一个也很好，对，让黑棋破眼很累，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黑棋呢团在这儿了，是他都不交换，这是最狠的。单团，嗯。单团这个棋真能吃掉吗？我们看看啊。不知道。他这个棋，他贴出来，再往前贴一个，再往前贴一个。那白棋必须得破眼。是啊，对啊。嗯，这已经没得选了，反正。对对对对对对。再搬。搬一个先手，好，他粘上，是吧？对，他必须粘上，是的，因为这
你虎的话，这个先手也活了，他又团了一下，那么打一个，啊、打吃啊，这先手了，接上，那不再团一个，团一个，你还得走这个，恰恰眼，必须这个，这因为这是眼呢、啊嗯，然后黑棋又虎了一个，虎这个啊，嗯，我虎这个你不走，我这我一压这一跳都是眼呢、啊，嗯，你的硬杀必须硬杀一条路，那么一走这个，这个棋啊它不好办了，为什么？你只要吃这个，对吧？对，这个棋我是先手。几段是黑棋的权利，因为你要杀他，我这个就是先手，嗯，这是必然的，先手接住。我这个棋一搬你就无可抵挡了。搬的时候白棋只能挡住，没有别的办法。那我这打吃先手，嗯，提掉。我这一冲也是先手，这个你劫财就已经不行了。对，只要那一个劫是不是就够了？一个就够了。一个劫好像白棋已经无从找起。哎，你提到这个吃掉，你不可以考虑的。这都吃了、嗯，哎，这你肯定不够了。对，所以这个一般的话，我看他就已经困难了吧？这也差不多了，这棋差不多了啊。嗯、这个棋，在这个时候你看啊，下成这样，这个没有。这是冲着，其实在这个对，这个棋是就已经看作是先手了、嗯。是的。当走成这样就麻烦了，这个棋啊，嗯、华山一条道只有打。嗯，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一计算已经没有办法，而且你这个顶也没有用，顶完之后他打也是先手。对，他跟刚才一样打了，你还得接在这儿，等于跟这个也没有关系，也没有也没有用处，这没有用处，哎，这都是后手，这都不行，没有，哎，没有用的，这个地方也无非要，对你只能是这一类的立一个，如果被扳你吃一个。他收官，这个棋也输了，这肯定是不够了，不够了，这样、嗯、这也输了，因为前面这儿死的太大了，哎，你只吃这个，哎，嗯，那么走成这样，嗯，这个是最后黑棋的最后一手棋，就下到这儿的时候呢，直白的姜维杰就中盘认输了，那么这个棋是陀嘉熙战胜了姜维杰，是杀入了畅棋杯的四强。其实陀嘉熙在此之前呢，已经夺得过畅棋杯的冠军和亚军。那么看起来呢，他在畅棋杯这个成绩啊非常的好啊、可能他比较擅长于这样的用时规则吧，实际上是，这盘棋呢，我觉得两个人杀的还是挺激烈的，好像看起来最后这个吃棋的地方也是下的挺精彩的，大家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